심야 조사를 하고 또 새벽에는 강제로 알몸으로 알몸 수색을 자행했습니다. 更可恶的是, 气焰嚣张的移民署竟然对当时在总统府前面只有举着白布条陈情的两位HIDIS工人女性工人逮捕了之后在移民署里面彻夜不正询问之后在强制遣返之前 甚至还裸身搜索他们。工人里头有两位已经绝食了125个小时，移民署完全不接受，也拒绝这两位工人的诉求，希望可以先到医院治疗再离开。移民署这样的做法根本是践踏人权的。韩国的国会议员带着国内他们先在韩国国内的国会里面。 的联署书来到台湾见私底下见了马英九，可是马英九竟然拒绝这一份要求台湾政府出面的一个联署书。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第42条的规定，警方如果要依照社会法把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人民带走的话，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你要先通知。 这个违反义务的人到场，如果违反义务的人拒绝，你才可以动用强制力把他带往警察机关接受讯问。可是，在这个案件里面，中正一分局虽然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现场有对这些韩国的工人朋友们做通知，有通知他们到场，可是后来经过我们在做笔录当中我们的了解。 却发现到中正一分局的警察们是用中文来对这些在现场抗议的韩国工人朋友们做出所谓的通知。中正一分局它事实上是清楚这些韩国工人的姓名、护照号码、住居所等等相关的资料，所以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第42条但书的规定。 其实，中正一分局你根本应该要使用制作通知书的方式，通知这些韩国朋友们到场，而不能够动用强制力。其实，从警察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出现在永丰金的门口来做阻挡股东进入的这个事情。那更何况李尚彦先生。 他其实是得到了完全合法的委托以及授权，但是李尚彦先生仍然在6月12号当天遭到中山分局的派出所，他们用警力强行的把李尚彦先生逮捕，然后也同样的远远的送到了三峡的外国人收容中心去制作所谓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笔录。 我们立即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提审，并且在当天受到法院裁准，并且呢发出提审票，要求中山分局应该要把李尚彦先生交出来，交到台北地院去审查本件的逮捕程序是否合法。那么在提审的审判过程当中。 法官当庭询问中山分局的所长：“你们逮捕李尚彦先生的事由到底是什么？你们到底认为李尚彦先生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哪一条规定，而必须要逮捕他？”那么中山分局的所长在这个提审程序里面也是明确的告知法官，他们是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 第42条的规定，将李尚彦先生强制到场，但是这一次在法官的面前，这样子的说法马上就被法官当场指出，这样子的做法完全不合乎社违法第42条的要件，理由就完全跟我刚才所述的相同，这是一个违法的逮捕。那接下来中山分局的局长又主张，李尚彦先生在现场，在6月12号永丰金的现场。 他有做出一些口角喧哗、姿势，甚至冲撞警方。
的一些行动。那么法官听了之后也说，好吧，那既然你这样做了这样的主张，那么就来勘验一下你们现场录的录影带好了。结果勘验的结果很清楚的发现，李尚彦先生在当天除了曾经以短暂的时间手持麦克风以韩语在现场表达他的诉求以外，在其他的时间他都只有用单手高举他的股东委托书，静默地站在原地，完全没有说话，完全没有滋扰，完全没有跟别人口角。甚至于当中山分局的警察上前出手要逮捕他，将他强行脱离现场的时候，李尚彦先生也一直束手就擒。国家的公权力在这段时间里面沦为特定的私人财团保护自己权力的打手。我们知道这或许不是基层员警的本意，但是我们非常遗憾，因为少数人可能动用了他不当的关系，导致我们全体纳税人所支出的税金在这段时间受到了非常不正当的运用。财团治国，政府帮凶，政府帮凶，财团治国，财团治国，政府帮凶，政府帮凶。其实在这几天也有蛮多人会一直不断的质疑我们说，为什么台湾人要来帮韩国人。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以摸着良心去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到了其他的国家，我们想不想受到这样的对待。说这一连串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所谓的宪法所保障的集会游行权，而这样的权利其实并没有区分他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政府、我们的总统还有我们的立法院自己通过以及批准了两公约的施行法之后，不管是本国人或者是外国人的集会游行权都应该要受到任何的都应该要受到保障。只要他没有做出任何暴力的行为，他只要没有做出任何其他的就是更夸张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不应该要遭到任意的逮捕。这秩序违法很多他都是一个只是罚钱的这样的一个惩罚而已，这样的东西可以达到逮捕人可以达到要遣返的这样的一个要件吗？其实没有办法。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一天的提审的法院当中，法院才会裁定其实警政署或者是说中山分局这样的还有移民署这些的作为，其实都是这样的逮捕都是违法的。那所以接下来其实不管是律师团或者是人权团体还有声援团体，我们一定会在针对这一连串的违法逮捕的事情还有遣返的事情会提出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行动，包括申请异议还有诉愿等等。其实他们也有试图的要去透过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被宣告违宪的集会游行法来做所谓的集会游行的申请，但是却遭到中正一分局的拒绝。那这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哦，因为其实在释字719的解释大法官的解释里面就已经有说明了，任何一个只要是紧急临时的这样的一个集会游行，甚至是可以不用去申请的。所以中正一为什么可以拒绝这样的一个申请，他用的理由竟然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划定了所谓的城抗区，也就是说以后任何的一个紧急的临时的集会游行必须要在哪里举办呢？必须要在我们的228公园跟大安森林公园举办。也就是说我们全台湾以后所有任何的一场紧急的临时的集会游行都只能在这两个公园举办，其他地方都是不可以的。请问一下这样的一个要件是多么荒谬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要抗议对象就是有一个针对性的对象，我们今天如果要去抗议立法院就是要在立法院前面去抗议，我们今天如果是要抗议内政部，我们当然是要带到内政部前面来抗议，怎么会去228公园，怎么会去大安森林公园呢？这样的一个要点的设置根本就已经违反了大法官的释字的解释，也无限的扩充了集邮法原本的法律的授权要件。所以我们认为中正一这样的一个是就是他不断他的这样的一个拒绝集会游行的申请其实也是违法的，也是违宪的。他自己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要点恐怕都已经是违反了集会游行法的补法，也违反了释字719的解释。是不是警政署下令要把你们如果有意见，那你我接受，代表内政部接受你。我要你回答，接受你回答，你回答，你回答，不接受你接受你接受回答。请内政部回答，你今天代表内政部，你今天不敢回答，就是内政部不敢回答。回答国去了，内政部你回答吗？内政部心虚不敢回答吗？内政部跟警政署、移民署自己下令心虚不敢回答吗？你一个都没有回答出来，你们
什么时候要回答吗？如果你有要真哦，你有书面的意见，我们要求你。我刚刚讲的就是陈情书的内容，我刚刚讲的就是陈情书的内容，请你回答。